消息，西班牙最南端的度假胜地位在大西洋的加那利群岛，9月25号被南太西洋的热带风暴赫敏所带来的大雨跟洪水给淹没。画面上可以看到呢，黄泥色的水呢淹没路面，大水不断的冲刷，还造成了车祸意外，所有航班因此取消，学校呢也在9月26号停课。另外，西班牙另外一个度假胜地位在地中海的梅诺卡岛呢，在25号晚间同样遭受暴风雨侵袭，闪电劈开天空，伴随着白色、蓝色、橘色等各种颜色的天色变化，绚丽但是也非常的惊人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另外，可以上 LINE 贴图小铺来购买华视主播的官方贴图。